帮河南的一位大哥选一只英短小蓝猫，走，咱去养护家看一下。看，现在是到养护家了哈，这是他家一窝，林建层啊，这是猫妈妈，这是小猫咪，一二三四，这是小五只哈。像天热的话，买猫非常合适哈，就是猫咪比天冷的时候价格要低。但是天热的话，猫咪长得比较慢，像这种天数应该也得有50多天了。如果在天冷的话，长得快的话，也就是不到40天就能长成这个个子。这只还可以啊，精神头不错啊。然后咱再看一下他家别的猫，这边也是大猫哈，这个是一只蓝白哈，刚生的小猫咪，看到没有？天数太小了哈，应该就是刚出生的幼猫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是他家的蓝猫，这是一窝5只哈。粉丝是想要只母的，这里边继母继母啊？哦，没看白这，那下边人呢？哟，下边这一窝大。看到没有，下面的这一窝天数比较大哈，上面的天数有点小。这是大猫哈，白种窝。这是两窝猫咪，然后他家这边还有哈，还有，这个怪好看的，这样属于啥？哦，你不懂，这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。这个嫂子她不喜欢猫，是窝狗，是她老公养的猫，那一只不错哈，这两只都好看，看到没有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小蓝猫，然后现在蓝猫可以出售的有上面这一窝天数适当的小一点，还有下面的这一窝，咱给粉丝大哥打个视频看一下哈，这样拍摄的比较反光哈，不怎么好看。看，这是刚才和大哥开视频的哈，两窝蓝猫里面3只母猫，还有那一只，总共是这3只。然后给大哥开视频，他选的是这一只哈，这一只天数还小，50天，然后也会吃猫粮了哈。大哥感觉这个比较合眼缘，然后咱一会儿把这一只拿走哈。然后他家还有蓝猫。你放人放那里边吧。这边还有2只母的，这边剩下的都是公的哈。这边有一窝，这边也有哈，都是公猫。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他家这边的猫咪哈。我对猫咪不是特别懂，但是后背是黄色，应该和经典之类有点联系吧。看到没有，这几个都比较漂亮哈。还有没有喜欢猫咪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